哇！一個口罩都要11蚊，好貴啊！同埋而家變得一個添啫，就貴啊！啱啱放工，所以入嚟行下，太貴啲嘢，真係太貴啊！啱啱喺度坐咗1個鐘睇聖經，我都想同大家分享我睇咗咩，不過我仲未識用廣東話同大家講耶穌，我真係要學下。但係我睇呢度咧，覺得自己嘅心啊好平安，可以咁講。我都仲未識用廣東話禱告。应该祷告定系祈祷啊！我啲广东话真系好差，要睇下字典。pray 中文系祷告同埋祈祷，两样都可以系咪啊？咁我可以同大家讲，我成日都相信主系有安排。主是了解我多过了解自己，所以我要继续相信他做什么都是为我好。例如我有什么计划不成功或者失败了，不开心是很正常，但是我祈祷一下就知道主有其他安排，我要继续有耐性等他有咩安排俾我啦？都係為我哋好啦，或者俾過一個更好個安排俾我啦。我唔知道我咁講大家明唔明？